这个东西真的烦，风啊是这种东西。这个直接走是什么意思啊？太烦了，这几个问题，早起来家了。哦，是个先知。我的妈耶！这怎么没碰到呀？有问题啊，这个判定。登峰造极可以啊！呜呜呜！这局精神好像又没什么用啊！我怎么感觉我带什么什么都没用啊？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要带什么什么都没用，很烦，你知道吧？这局有点快乐啊！这局怎么突然这么快乐的？哇，剩一台棋了！我的天！哎呦呦，下来下来下来！你下不来，哎是，哪里欧皇了呀？这跟欧皇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的天，我不是打厄运震慑，这是欧皇，我锤爆你的小猪头！我跟你讲，你喝汤了吧，欧皇，这叫欧皇。这什么叫欧皇的呀？这哪里欧了呀？你告诉我哪里欧了呀？啊？你们喝汤了吧？我哪里欧了呀？这欧了呀？这是哪里欧了呀？啊？你们是以为是厄运斩吗？是不是汤喝多了，兄弟？我爷，
把他。你死了。谁跟我说今生没用的啊？啊 ？Who tell me 今生不得用？啊？哪个弹幕说今生没用的呀？啊？哪个猪头说今生没用的呀？你看今生贼大用处。他这个很难受啊。哎呦，把把碰这个东西啊！我不想见到他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难受，这个判定有点猪头，就比较难受。有时候呢就能打得挺秀的，有二连喷不是把佣兵给秒了是吧，但结果啊事与愿违，佣兵来了。你是猪头吧？哇，傻子两哈皮，我靠，你见过这么傻的人没有？我没见过。没过半，没过半啊，哪里过半了？哎，我以为他会救的，我就提前 A 了，没想到他没救。嗯。哎呦，不过这边有台电机。是啊，兄弟。呜，完了！这怎么剩一台这个东西了？没电机了。没电机了，这局。地下室的话，不能挂了。哎，我其实也可以挂地下室的，因为他根本不打算修这台机。
你看这两个人勤奋的小孩子，就疯狂的扭机。不行，输了，拼了，这局判断失误。双残，画地下室了。看他们是不是直接亮，你走给我看，你走不掉了。啊耶，赢了。地下室还是你地下室呀？还是得要靠地下室。地下室果然是屠夫的终极伴侣。是吧？